香港27号人士早晨在中山国码头站批托执行义工演练，军方派出的上台驻游战机 F-16IDF 团分享两千来模拟西浦机场受到攻击损坏的无办法降落，来启用国土站批托的状况，同时在国土方来加油韩国补给站批过场损失。军方对今年的表现也很满意，也是对民国九十六年几百以来空军战机头一摆提过脱空演练。香港27号演习最重要的是早晨在中山国码头站批托，总统六台三舰空军主力战机执行西江的操演，模拟空军主要的机场被天然攻击，炮台严重的受损，战机暂时无法西江的航母，国防部就计划用码头滩的站批托。一开始由 F-16 周顺师而降落，系由分享量前两台留我国世界研发的 IDF 战机一连杀降落。沙滩执行联合作战机接，由陆军航天部出动的战术直升机来攻击直升机，大空执行侦察，确天战批托无快艇，来进行掩护的掩护。南岸运输直升机吊挂蓝天弹药到现场，提供紧急掩护。38分钟过后，六台战机进行加油补给，来挂藤阵批过后，国军机力比了。我们在任务的准备的部分，我们运用了航图，还有模拟机，还有这个我们飞机上的 GPS、INS 等等的这些装备。那我们也努力了一个多月，那每天大概都在模拟这个航线，因为没有办法实际去飞。在民国93年到96年，分别在英德托、老法坦战批托实施战机起降任务过后，也在国军 T-300 的国土战批托执行起降。执行任务前，军方行下起来来回回无停的巡视国土的情况，都行出问题。打造一项的多分军事经验来抢 VM， 而协助最精彩的画面，连谈判来抢双击，都行无参加多也难得一见的状态军事发通。黑新闻综合报道。